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微博最近真是有很大的热度，之前是因为《陈情令》这部剧不断的上热搜，也因为这部剧圈了不少的粉丝，而他的颜值和演技真的是让大家很喜欢的，毫不做作，真实到让人都觉得他不是明星，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。而且王一博好像每一次去机场的时候都会上热搜，之前还以为把包挂在脖子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，而今日他又登上了热搜，这一次是因为孙红雷。孙红雷最近发了一个微博，说道：“我矫情吗？思考。”配的图片就是王一博的动漫照片。对于孙红雷的隔空喊话，王一博一下就化身为小迷弟，连忙做出了回应，在孙红雷的微博下评论：“谢谢孙老师翻牌。”后又关注了孙红雷的微博，并还自曝自己自嗨了一个晚上。不少网友看到这里，也是直言王一博的样子像极了追星的粉丝们。不过当中也有网友羡慕，看到这样的王一博，想必肖战会吃醋发酸了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留言。